好，接下来一三五二一，一是说出天气预报里会出现的天气情况。哇，这还行，这个可以。开始，五四，多云转下雨。二，多云完了之后就下雨了呀，没问题。只有多云转大中小雨，没有转下雨。好，接下来 baby 开始，三四四，说出川菜的名字。这太简单了。准备开始，五四三，红薯肉片，鱼香肉丝。哇，没错，但鱼香肉丝是川菜吗？川菜，川菜，走，赌命。鱼香肉丝哪儿都吃，但是发源地是川菜。准备三三三，从一三开始。说出你们最喜欢的体育明星的名字，准备开始，五、四、三、张继科、谷爱凌、一、易建联，哇，答对，哎，就完全一下有点想不出来，真想不出来，我这脑子是想不出来。好，接下来雨琦这儿，二四二三，有六条腿以上的动物，开始，蜈蚣，五、四、毛毛虫子。毛毛虫子，小毛毛虫，大毛毛虫，啥玩意儿？六条腿上太难了，六条腿的是什么呀？有那个深海章鱼呀、啊，螃蟹啊，还有澳洲龙虾。你这个已经是不加地名都这个凑不出这个字数了，你这澳洲龙虾，对呀、啊，两只蝴蝶。什么？啥？两只蝴蝶，知道怎么玩了吧？所以我毛毛虫子一点不犯病吧？毛毛虫子，我个人觉得没问题。你就说六只母鸡也行，真的，按照他那个说法。